人民在这里一起来遥望和平的未来。这些梦，我们一起的梦，就从打卡开始。是的，恭喜台民打卡正式开幕。一个叫什么市民学堂，也帮助学生学电脑，还有国语文阅读，还有那个英文。到一个重大节日或者说办活动的话，他们都会做一些协助或是回馈。对，所以我个人觉得他也算是不错的一家公司。未来和平将是一条血脉，连接着部落、台泥以及大自然，连接着我们每一个台泥的同仁跟每一位村民的梦。